做示范，这不都大手吗？这不都大手吗？是吧？说这不都大手吗？很特别，很多很人好奇，你现代搏击不和你大手怎么办？首先，其实我们平常也练现代搏击，你看，林哥给我拿那把，对，我们也练这种组合，二次进攻这些东西。但实际上，在我们日常训练过程中，我俩平常也经常练对打，怎么可能不大手？我们做示范，这不都大手吗？这不都大手吗？是吧？说这不都大手吗？所以，他们现在遇到更多的问题是，他搭上手之后，他不知道怎么办啊。他搭上手的一瞬间，人觉得就回来了。完整版48分钟，欢迎加微信免费观看。